开始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巧克力蛋卷。是，情人节快到了，为心爱的他做巧克力蛋卷。是呀，浓浓的巧克力下锅喽。爱的滋味。OK。下盖。满满的热情把它压下。这是要送给我的。哦。亲爱的怡如，认识那么久，第一次为你做蛋卷，巧克力的浓醇香，有没有闻到？哇！都闻到了。太香了。啊，忘记按时间。没关系。巧克力会久一点，我好期待哦！没有看过什么叫做巧克力蛋卷的，我已经在这边现场已经闻到那种浓浓浓浓那种巧克力的香味，还有告诉你，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么棒那么棒的一个蛋，那么的厚，口感超足的，然后那个脆脆的感觉，里面已经放了那个蛋的那种充分的量，还有那个奶油，哇！反正哈，当你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那个口感就是好香哦。那个唾液跟蛋跟那个奶油融合在一起，爆发出那种狂野奔放的快感，那就是蛋卷。我流口水了。大的正对面，请指定蛋卷哥。是，亲手为你做蛋卷。到了，还没，你还没啊？好，再给他。今天他装手。好。天气比较冷。等一下。还没到。有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，还有温度要去做调节。天怎么冷，我的爱对你永远不会改变。哇，爱不完哦。是这样。再帮他看一下了。再应该可以了。然后呢？这边。哎，真的哦，高雄人要支持一下在地的那个生意哦，尤其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哦。是，对啊，人家你来看嘛，一只比手骨还要长的蛋卷，然后那个厚度哦，那你帮他一下，厚度十足 ，OK 的，压一下，对，有，这样很漂亮， okay、超漂亮的，老师，请拿起来了，请一下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合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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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照，耶、yeah. ！